Water 的一个粉丝团灯牌。爱吃麦当劳的喵说，后面是不是有变身系英雄？周子喜说，麦杀之后谁做 T 比较好啊？猫嘟噜说，我也完全参考索尔的推荐点的技能。宇智波啥事给说，老登和烈奥后面强度怎么样？秋水 water 说，索尔大佬的攻略真的很好用。风筝与风 A 说，台服可以抽阿加塔了吗？ Fishp 说，索尔大佬怎么评价我180抽出艾琳中间歪了三个没用的？与诗雨说，新出这个 T 是不是很强反击的？深海不止说，新出的 T 是机制啊。幽俊少女真机灵说，老登复兴了要练吗？菜鸡大队长说，要比较舒服的推完塔时可能要蛮等。半圆修道伙伴元君说，台服现在出了新 T 零角色吗？猫嘟噜说，台服吗？新出的是谁？默默吗？周子喜说，老登不怎么样吧。爱吃麦当劳的喵说，哦哇，这个英雄好帅。西区凡凡说，默默强力吗？舍利不再说，卧槽，这感觉好猛。咋了说，你可以永远不抽等新 T 零。深海不止说，阿列克谢在内门里面啊，洛西亚援军。与诗雨说，战旗反击好强啊。爱吃麦当劳的喵说，阿加塔好帅。于诗雨说，没事无敌两回合。深海不止说，独眼龙更猛。发光的小杨桃说，还有一个奥古斯特有在动。猫嘟噜说，看起来也很帅。于诗雨说，他的个性。与诗雨说，比战威力。居来点说，莉莉怎么样？我都四星了。你把莉莉冲五星，还不错。打了说，目前 T 零兵法法皇国兵术士。打了说，练了不亏。居来点说，莉莉真的不错吗？
菜鸡大队长说，他都撕心裂肺了，冲五星势必还行啦。发光的小杨桃说，莉莉不利用高地优势吗？咋了说，你传奇都四星了吗？8784033685 底线 Billy 说过了。预言大师 S 说帅。老弟弟说阿加塔好用吗？猫嘟噜说滑稽。咋了说，洗白弱一半，站在你对面的都厉害。夜夜夜夜欧说，莉莉应该比神恩强吧。一代兔说花。小木土的小弟弟说无脸。恒河战士说，索尔台服这个月是不是要出传说兵法。发光的小杨桃说，别想了，哥洛拯救铃兰小镇的时候可是重要。清风云盘说，这是台服的活动。深海不止说，这关简直是默默爽层。黑猫饿了说，我养了法卡尔，但是在用神恩。黑猫饿了说，希望法卡尔后面会翻身。菜鸡大队长说，法卡尔就是生错性别，还有前期不强。收到来自默默虾米的一个粉丝团灯牌。只有巨魔战将才好吃说，再打吗？ GSFLKY 说，法卡尔需要满街月卡攻大交流。发光的小杨桃说，用了一段莉莉，我又开始主恋艾达了。咋了说，法卡尔听攻略带上月卡攻有 TED 位吗？ Dog 收到来自两面包加芝士酒的一个粉丝团灯牌。只有巨魔战将才好吃说，什么礼物带打。月之乙女说，带打私聊主播 Dog。GSFLKY 说，五把月卡攻就可以了，只需要五个月，只 dog。
桃儿七七说，刷了一堆传说武器，每一件 T0 爱。怒风说，艾达值得抽骂。菜鸡大队长说，我其实觉得不需要月卡攻。打了说，月卡武器哪个用得多？ GSFLKY 说，武器后边都溢出的，装具更珍贵。默默虾米说，涨。斯洛点点说，默默出评测了吗？美哀光风霁月说，代打神兵60吗？收到来自我功夫不错的一个粉丝团灯牌。深海不止说，期望王国线可以救救兽娘。发光的小杨桃说，想要棍子给烈奥开车吗？鸡炸天说，主播之前不是打钢兰的吗？32说，小钱儿也会玩吗？斯洛点点说，维尔德太惨了。静静静静静说，钢兰好玩吗？日落龙舌兰说，维尔德救不了啊，呜呜。于诗雨说，一个月能存多少抽？说迟早会歪得不及。打了说，我要背。周子熙说，斯莫点点说，斥候死了。
墨色微暖说，星驰四十歪了个刺客手机。芝芝小说，快打好用吗？Viper ZZM1 说，默默怎么样？深海不止说，席梦娜200以上的速度。肌肉点点说，默默好看就行了。黑猫饿了说，事后不是舞娘。深海不止说，林兰这些战役故事做的还是很用心的。舍利不再说，毁灭属性的骑士哇。鸡炸天说，钢兰和林兰哪个养成系统做的好一点？深海不止说，这个活动要玩了门内才知道是什么事。老盐菜回锅肉说，主播请问下，只练传说角可以越级过神兵吗？这只小说和国服的活动不一样。半夏白树海棠说，主播来 B 站了。老盐菜回锅肉说，艾达可以当法坦。半夏白树海棠说，之前不是说来不了吗？深海不止说，忘记席梦娜王国线有没有挂了。苏某点点说，我把门内的剧情都看完了，现在都不想打门。木当归说 ，Aon 十二说，是不是官方就是不给我？风筝与风 A 说，歪米格尔的几率好高呀，我也歪了个米格尔。黑猫饿了说，踩到火居然也不行。零零他人说，三，斯莫点点说，二技能。
老核桃矮说：“能代打吗？”半夏白树海棠说：“默默强吗？”A12 说：“35级能打塔五吗？”我功夫不错的说：“主播的尾音好像周杰伦。”幼儿园院士说：“大佬开直播了。”UP 用点力说：“买的初始号怎么把塔石都刷掉了？”山区老焦说：“这个是什么活动？”悲伤大蘑菇说：“能直播了。”耀目当归说：“狼姐牛逼。”斯沃点点说：“团长是真帅。”一人之下社会我宝儿姐说：“大佬，问下丰饶武器自选，选什么武器呢？”
一人之下社会我保儿解说，优先法杖是吗？一人之下社会我保儿解说，好的，多谢了。幼儿园院士说：“丽丽咋挂的 ？”Billy 底线78731195665说：“泰登有用吗？”Billy 底线78731195665说：“泰登什么场景啊？”怪异物语说：“新兽。”